潮流的智慧触控表，强调多元功能。像它现在原本指的时间，按一下马上就变成预测天气的气压计，再按一下又变成指示方向的指南针，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到原本的时间功能。拥有万年历、双时区等20种功能，最特别的就是气压计，可以预测近8个小时的相对气压。指针越靠近11点，代表气压偏低，可能降雨。这是全球唯一太阳能驱动触控腕表，可以说是智慧表的先驱。In 1999, nobody spoke about tactile technology. Today, you get your mobile phone, you get your computer, and everybody speaks. I mean, everybody gets tactile product even in your car. But at this time, 16 years ago, 复古也是一种新流行。这款机械镂空怀表，表壳外缘用钱币纹设计，复杂精密工艺却不用惊人天价。因为这家拥有161年历史的瑞士平价品牌，只要汇率波动在10%以内，都不会调价。Our main priority is not to increase prices. Our main priority is to serve and to show to our customer that even if we are losing a little, we prefer them to take the benefit. 价格平实，依旧重视细节。像这系列表款，表壳细部抛光拉丝，罗马数字石标下的巴黎丁式纹，让美感加分。同样在表盘上花心思的，还有这品牌。表壳融入雪梨港湾大桥钢骨结构，表盘缀饰日内瓦波纹，宛如钢铁线条。另一款秒针用偏心设计，日期显示位置也很特别，整体表面富有巧思，把艺术融入每个细节里，体现瑞士身为制表王国的美誉。